南投县国民党籍议员曾正言，2022顺利选上三连霸成功，结果就职不到一个月就请辞，被这个检方剔除这个不当选之诉了哈。啊，我为了不让这个关心我的亲朋好友，啊，咱的好邻居种种啊，各关机会，麻烦带来。 曾正言出面受访，说自己因为官司缠身，1月19号已经向议会请辞，会被起诉，原因是涉嫌贿选。啊，直接那嘛是勇敢承担啦吼，啊那嘛为了不浪费司法的资源。曾正言因为贿选案请辞，除此之外，他和妻子因为涉嫌诈领199万助理费，2020年6月才被台中高分院以利用职务机会榨取财物等罪名。 各被判处3年6个月和1年9个月徒刑。曾正言夫妻上诉，最高法院撤销原判决，发回更审。多件官司缠身，让他决定请辞。我嘛，60多，哦，过来服务嘛，小小计嘛，过小了20年左右了。南投地检署表示，选举期间接获检举，线报指出，曾正言透过庄脚以每票500块到1000块钱向选民买票。 庄脚跟选民已经认罪，但曾正言坚持没有贿选，法院裁定他25万交保限制住居。就4种缺额，缺额达同龄额的1/10以上，或是同一个选举区的缺额达1/2以上，就必须要办理补选。民政处解释，曾正言请辞后缺额未达1/2，不会补选。但如果减掉追查，法院确定他是贿选，当选无效，判决确定，就必须要依法递补。 TVBS新闻陈家贵、廖文翰、许佑翔南投场报道，掌握全球情势、国际新闻，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